哎呦，我被单杀了！妈的，没有雷球，操！我你妈！我没雷球，我干嘛跟一个中单杠？我他妈真是傻逼！我操！打你妈！老子他妈没属性。看不懂这个傻逼什么意思。你抢我中单，我这么血抬你，兄弟，我真的不说了，好吧。TB 脆，我操 ！TB 有个逼眼，你知不知道硬到什么程度？好不好？生气有啥用啊，兄弟，生气真没用，打游戏怎么还生气？这火猫死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，就只看到一个猪刀闪过，瞬间就是一个推波加一个天火接一个灵动迅捷的连招。我只能告诉你，他们很生气，我操，这他妈给我跑了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！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，跟他打，站在你的十方阵里面，兄弟，我来了。
锤啊，就你他妈两个人也怕，我操！没什么卵子用、啊。讲道理，你看着觉得卡尔技能很多，但是你实际打起来，你打起来你就会觉得还技能还挺蛮少的，真的蛮少的。我兵线能让我拼一下吗？三星中的话就是追兵员，可以打。打不过了，兄弟，我没了，再见。如果你是我，你就不会。你直接大大把杀了我，大大不亏了。轻点，蝼蚁。还行。你上来，打。没燃。灵动俊杰。拦住。取草。先走了，准备给到。他这边有视野，别打他。啊，猜一下。这边杀了就好。可以，我去补下状态，蛮耐烧。
打工，完了，兄弟们，我这把没了，打工了。哦，我知道，看到了。还好吗？有。叫醒我吧！哎，等他们上吧，别打野了。别打工，别打工，别打工！可以开始打，挺大啊，可以。你要想他露线，如果带太深的话，他就很容易被我杀。哦、oh, ，fuck you，fuck you， 啊，完了，完了，兄弟们，我死了。啊，我死了。这你他妈的！哇哇，哭了，兄弟。我哭了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啊！我操了！大哥，打的也太真实了吧！我还想打一把，我能不能重新再打一把四？我能不能再打一把四，兄弟们？我们开个盘好吧？我压我自己15杀，好吧？我们开个盘，兄弟们看不看？我开个四号位的盘好吧？四号位卡尔15杀。弓箭手准备放箭。全都去死吧！
队友呢？队友呢？好惨！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！我下路吃掉多少？兄弟，说我点击没点击手的，看我等级，看对面等级。兄弟，好好看看。来自伟大的奥运女子号，黄连在线。光大鲁斯之爪，赛斯王的无尽颤栗，哈雷克斯火葬魔咒，布鲁朋克的无力声波。再见了，宝贝儿。再见了，宝贝儿。再见了，宝贝。再见了，宝贝。再见了，宝贝。我可以破他，破他被动。我不想打，我不想打，我不想打。你可以打，可以打盾吧。卡就对了，他妈这么多野，不卡他妈有鬼了。三哥，先破路，先破路，先破路，别逼逼，先破路。啊，不是。我们先别，我们先刷了吧，太他妈卡了，我操，不拉了，先把这个远古打了，来等会儿，快快快，打了打了，太多了太多了，有点卡，我操，开大吧，干什么？我操，开大打没毛病，我们不一定打得过，我告诉你，啊，小鱼死了，小鱼。我也没打到，小歪打的多，高地高地高地，带吧。
小心，由此我们在晚上，小歪有大招，你这个你就立下去，谁也我觉得也不敢动你手吧。啊！哎，我没了。你没有这么放的呀，兄弟。死了死了！怎么一个夜魔空袭他妈杀了四个呀！我操！